都穿裙。摩托车也锁，我的天，我要怎么移位啊？那两台那么像的，9487再加上你刚刚的那个骨折的收费，四呀，学千长，五这个人加也九做四了八蛋七。蛋移植啊。这样是多好少？我算一下哈。哎，学弟，哦，我知道你家帮我在哪付里，一我下，开。总帮我共是付一一万三下。千，13987啊。学长身上没带钱，帮我付一下。可是学长，我身上只有带7000多块。他妈的，要你有什么用啊？多少钱啊？一三九八七。有谁人是去学吗？长？你讲一下，我们去吧。你讲一下。我们去。这谁的车啊？这么说，我的，上车。给不学容长易挂啊！一下。你会开你门现在吗？还我蛋啊！嘿嘿，学长你要去吗？你不能嘿，把人我都们给去，我我们们去。啊！是，我们要好去好，了。我不是说你现在，给我两你天现时间在。帮你找颗。学长，你放心啊，我这车技最近可说是越发的好了。没问题，我上副驾驶座，我眼睛都是闭起来的。别怕啊！刚才那个烫着卷头发那个人，他也割蛋蛋啦。好像是移植上去诶，刚刚听他们讲话的方移法。植啊。对啊。因为我们切除跟移植都是9870，诶。9487元嘛，左边，左边。是啊。哪儿啊？哦，前面这边，这边。请问还有一名嘞，只有看到一名尸这不是小雨体耶。小姐吗？请问刚刚说有两这小名，雨小姐还她有一名还在这嘞。儿呢。还有一名，她海啸了，她现在来找我们，哦哦请稍等一下。哦哦哦！啊，你们刚刚在练习，结果还是出事了。对啊，我们最近想玩那个什么，极限运动，我懂，好。对，跑酷。小雨小姐，你这样子，这脑袋摔多了，会得病的。啊，下我雨的啦！进来大讲，我们骑腿楼讲好不好？下雨了。内侧又更痛来，了，我要哎，等子牛斌哥啊，一子起斌回啊，医院。才没子好斌，你多俩感久，冒了，进内来侧说就嘛，不子行斌。了。子薇感冒的药很贵啊。等一下，等徐大牛。小雨小姐，你这大腿内侧还好吗？更痛了，你刚才也只有拉到大腿内侧嘛，有没有撞过头啊？哎，就撞到手，手好像有点扭到。手扭了，哎，你这真的是不行，你这等等得带回去医院看一看，好好检查检查。您现在手是不动就会痛，还是动了才痛呢？不动就会痛。不动就会痛，那可能不是普通的扭伤啊，这有可能是挫伤啦，得好好回去弄一弄。好的。哎，你们有看到我学长吗？我学长刚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学长在车上。学长，你小心啊，过马路小心啊。这雨来得如此的急。
学长，谢谢你帮我移车啊，学长。大牛有传简讯给你吗？他刚好传，他等下过来。没有哎、欸。小事小事。还是咱们在车上等他，这雨这么大、啊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啊，上车吧，上车吧，啊。夜班吗？对啊。你们到底要玩什么极限运动啊？弄成这样子的。嗯。没有极限运动就是极限运动啊，就是一种。跳伞那一类的。不是，不算是跳伞，就是挑战自己的体能，看是不是我可以从高处跳下来是安全降落的。对，跳伞也是需要这样。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！这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。好，我们会记住的，因为才刚练习、啊，所以有些是很熟悉一些技巧，下次会记得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对啊，职业班。要学有一些就是什么在屋顶啊爬来爬去、跳来跳去，要上传在那个什么 YouTube 的东西，别学他们呀、哦我。我们就是在看 YouTube 上面的啊。就是很想要尝试职业班啊，看一下，因为夜班学到比较多。我们不要命啦。然后早就觉得早班比较轻松了。年轻。比你几岁啊？啥？说你几岁？我今年18呀。18才愿18就更应该要去做这种极限运动啊。对啊。但是我们那儿的人，老母鸡国的人就特别怕死，你知道，在我们老母鸡国，就算是随便讲错一句话，都有可能吃牢饭的，所以我们都变得特别特别胆小怕事。看吧，试试看吧，人总是会死的。你没有尝试过这种刺激的东西，你就白活了。那你从这之中得到了什么呢？得到了一个成就啊，一种优越感。你问小雨，你刚跳下来的时候，虽然脑着地了，但是不是跳下来那一瞬间，自己的身体充满一种很愉悦的感觉，有吧？有。啊，很刺激，啊、很快乐。所以小雨小姐，您刚才是脑着地，不是手着地啊？都有轻微的撞到。头一点点。脑震荡啊，小心啊！你有没有想吐？没有，我只是大腿内侧跟我的手有点母汤。您刚才是从几楼高摔下来的？从这楼吗？这两楼高的吗？哎，不，这是三楼高呢，这点这旁边这点。您从那三楼高的地方坠下来，实在是。哎，所以那个这位先生，您叫什么呀？德华。刘德华是吧？刘德华，您有没有看到这个小雨小姐是从哪一栋楼上摔下来的呀？你好。二楼。二楼是吧？二楼的顶。对，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个阳台？到吗？啊，那高度已经等同三楼了。你看看隔壁的三楼、三层楼，这二楼这刚好有挑高的、啊，差不多了。这高度三层楼这样跳下来。哥说他要来，就是叫我们等他。他要来，好。他是要去医院，还是要来这边？他说要来找我们，那叫他去医院好不好？不然先去医院好了。对啊，顺便救救。好啊，请他直接到医院来吧，到医院来检查检查。我的鼠蹊不。
女孩子啊，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熟悉部的。我们虽然不像男孩子一样，就是蛋蛋啊什么露在外面，但女生撞到这耻骨也是挺疼的。好好。不好意思啊，现在继续跳吗？现在这个岛上，听说就是。有性别认同的性别认同障碍的患者也是挺多的，还是您其实有蛋蛋呢？他没有，他没有。啊，您怎么知道他没有啊？看过了吗？您看过啦，好好好好，那既然是已经看过了的关系，那就一起进来吧，一起进来。我要倒车咯，后面没人哈。哎，他掉出车外了啦。他去哪里了？他掉出车外了。啊，他在哪儿啊？他掉出车外了。我没瞧见他呢。他没系安全带吗？啊，我去救他，我去救他。你去哎，借过。好，等我一下，但我先取消，把手机的这个掉出车外的是那个小新学长去了，他刚才在救系安全带掉出去了，就这样弹出去了。是啊，我小新学长去了，哎，你怎么没系安全带？我觉得你真的伤到头了哦，等一下看一下哦，系好安全带哦。没有啦，就手跟脚而已啦。朵朵超会啊，朵朵超强。我要拿绷带，快没有了。车快没油了，等下叫朵朵存进去再拿出来就好了。叫技工帮忙修理，顺便请他去加油。撞到头、手，还有他的大腿内侧。那他现在又是大腿内侧，他的大腿内侧非常的疼痛。但在刚才我们送医回来的路上的时候呢，他就是没系安全带，在一个紧急刹车，他就飞出去了。
吓到，指挥也没有用。小五小姐，哎，怎么了？等我，我讲个电话，我讲个电话。啊，你忙你忙，没事啦，聊聊一下而已。你要不要先进来躲躲雨啊？阿星哦，哎，是。你辛苦了哦，今天那么多，看你也是跑来跑去。哦，不会啦，应该做的。哦啊，现在进来这个医护这边。有没有什么感想？感想吗？嗯啊，不觉得今天人特别多吗？对啊，早班感觉比较有人陪比较好。晚班啦、啊，不好意思，晚班有人陪比较好，早班压力好大哦。记者要聊什么？好，你们先聊，你们先聊，闲聊，就只是好啊，闲聊而已，闲聊好啊，聊啊。啊，你有想问什么吗？啊，你现在刚刚在做什么、啊？没有上班哦。没有，我现在留职停薪就当废人啊，因为我现在有一点病。嗯，怎么了？那个啊，创伤后压力症候群，看到血，或看到刀子，看到我就会想起，手就会抖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吧，啊、看是上你车上我车。上我车好，你在下雨哎、欸。是啊。我把车停回。听不到了，可惜。我没人了，我海啸了吗？不可能啊！现在这样子，现在这样子怎么办啊？不是办法。哎，怎么剩你们两个？其他人嘞？我们，他们在开刀，在开刀。哦，开刀房哦。在里面。对，你去看一下，你可以去实习一下。哎、欸，怎么是这里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什么？那个有受到冲击，里面是淤血的，里面有淤血的状态，所以这个 X 光片照起来看是没有伤到脑部了，但里面有点淤血，这个可能还是要开刀处理。对，但就是比较简单啦，成功率比较高。我不要开刀，我不要开刀，我没有钱付手术费，我不要开刀。放心、啊，还是要请外面家属签一下这个手术同意书。那个不要不要，我没有家属啊。好的，我去吧。就是亲友也行，没有家属的话，请亲友也可以。我不要开刀。纸币交给你了，问他们愿不愿意帮他付。不要乱跑，不要乱跑，不要乱跑，不要乱跑。哥救我！不要乱跑。怎么了？我不要，干什麼我不要开刀。拦住他！不行！怎么了？他现在病情严重，需要开刀、啊。他现在病情非常的严重 他因为付不出，不愿意开刀、啊。他付不出医疗费，他现在不想开刀。我不要开刀，我没有那么严重。我帮出啊，我帮多少钱？医疗费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我看一下这个价目表，稍等一下。好好好。乱抬价哦。不会，我们有一张大目标的，您放心。这个东西是公定的，没有办法去改。小雨，你为什么不开刀？为什么？他这个感觉就很贵，我不想开。他这个算在。在啊，有我们烙赛兄弟在，你怕什么？我们听你。看一下多少钱啊？他这个算在四肢骨裂的部分，4500元。
好好，哦，没关那我系，有，不我够，会啦，我够，我可以啊，够，但我够，可以。我还以为叶要先生，几你万说块。他那个脑出血呢？脑出哇，血天的话，啊，那个是4500块，给人报一次就赚回来了。对啊，我们那帮你要你不要出，我报们一帮你出，下？我们帮你出，我不们帮你要。出。最近想买没有，车，不因要为抱女人。刚刚那个脑出血的部分是我们这里的疏失，就是没有明宣显。导要，没有宣导要把病人就是系好安全带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不用算了，我们主要是算他那个受伤的部分，摔伤的部分。这样啊，这样子了解吗？这样啊，对啊，因为谢谢学长，谢谢学长。因为他掉出去的话，其实是我们责任啊，就是我们没有把他，就是救护车可能开太快啊，或者怎么样。没有那我把们他现安在要全的送到医院，直接开始吗？帮他清淤血。开始啊，学弟可以稍微帮他清个淤血，这样。多睡一下。那吸一口啊，三秒钟就睡了。打麻药吧，他已经吸了，他已经吸了。快的。你们有口罩吗？要戴？哎，有口罩吗？把口罩都戴起来吧。你要不要跳一下？我看一下，我没有口罩，你怎么戴口罩的？就是我们身为医生，就是在手术的时候，因为就是一定要戴口罩啊。嘿，是口罩是哪里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好，哪里流血了？谁流血？那时候再去买个口罩。小雨啊，之后要我刚才进来没有注意听因为。我刚才进来的，帮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？哦，好啊，可以参与一下，我们可以对啊，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病况。家属想了解病况是怎样的？可以啊，手术很成功啊，可能要让他休养一下，再加上他现在大腿内侧那边血现在是止住了，但伤口还没愈合。哦，就是那他骨头粉碎性骨折的话，我们过来点讲吧。我们就用液态钢，就是从高处掉落，然后他大腿内侧骨折，一处骨折而已。那然后是刚刚头出血是因为从救护车上摔下来，是医疗疏失，所以这算我们的。就这样而已，那只是可能要住院住久一点时间。加强麻药啊，学妹，你要看一下那个台子那边有那个有心脏的那个脉搏显示器，要看一下，万一没有脉搏的话，的要赶快加强心针。好的，好的。担心哦，现在怎么办？学弟，你去外面就是跟安抚一下病人的亲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怎么办啊，大哥？没事没事，医生说手术很正常。学长学长，他忽然心跳停止了。打强心针，打强心针。里面发生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可能病人有点紧张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在抢救。抢救？是这样打的吗？你真的很专业。干什么？不是说很顺利吗？没事没事，恢复了，心跳恢复心跳，可以可以，相信医生，相信医生，他们都用生命在救人。好，好，学弟继续继续。好，我们快点快点把这手术完成。请问这位穿吊嘎的怎么称呼啊？这位兄弟，你兄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家属吗？兄弟，你是家属吗？哦，对，你好像要，没有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那你怎么了进来？这边家属以外的不能进来哦，请出去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对对对对。找那个吴涛涛的。哦，吴涛涛，我等下帮你转达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哦，你跳一下，你跳一下，你现在有点瞬移。好，学弟，那个。好好好。帮我注意一下，我现在进行缝合哦。好。怎么办啊？老天哎！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他大腿好粗哦，还好啊，不用担心啊。哎，你不可以趁他就是昏迷的时候说他大腿粗。
你还说你喜欢我？喂，骗！喂，他怎么行了？他怎么行了？多亏有你们啊，变弟妹，手术非常成功啊！小心，他还说什么、啊？谁是骗子啊？小心！我没听到哎、欸，我只听到手术非常成功哎、欸。没有，我听到骗子啦。没事，我去跟外面的家属说明一下。大牛，你有听到吗？啊，辛苦了，学弟，做得不错。看不出来你是心理系的。其实我也是实习生。这个小雨小姐的家属是、啊，其实我还是院长教的。学妹跳一下，学妹跳一下，还要跟学长多学校。等一下，来那个家属跟着我一起过来啊。学弟，是新学弟啊。哎，是是是、那个。你能在这里稍微照顾一下病患吗？哦，可以啊。就是万一如果他醒来的话，你就马上按铃跟我们讲。怎么按？他应该麻药退就醒来了。好，吴套套，外面有人找你哦。好，我帮你擦个汗啊。那以后这样，我们出手术室啊，就可以把口罩拿掉。好，口罩是到面具店去买吗？对。辛苦你啦，你很勇敢。可以挑自己。医生，哎、欸，可以了吗？醒来了吗？好，等我一下、哦，我叫人。对，我可以直接去找牛哥他们。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哦，你先躺好。可是我想见到他们。病人醒来了，他现在直接下床了。尽量不要让他动太大，我们马上回去。收到，收到。你稍等一下哦，现在还不能移动，因为你的头刚开刀，所以怕动到伤口，可以吗？小雨，你醒来了吗？感觉怎么样？昏昏的，可是我想要见大牛哥他们。大牛哥是吗？那他们两个呢？你现在还很昏是不是？不然我可以走，我可以走，我想去看看他们。行了就好，好，那你慢慢走。我们那个到那个转到一般病房休养就好。还要躺哦。当然啦、啊，还要躺啊。你现在哎呦，手术刚帅哦，手术才刚结束，当然还要躺啊。不是阿坤。你为什么找地方找一张床先坐一下？哎、欸，那个麻烦一下紫薇、欸，怎么了？叫一下你的那个，叫一下你那个什么？你们现在还有报病人服务吗？英俊学姐回来，没有啊，是没办法、啊，因为没有轮椅啊。问问啊，他好像下班了哎、欸。英俊学姐在吗？英俊学姐，他下班了，他下班了。那天好吧，小雨，那天动手术，嘿，动手术的时候有谁在吗？他下班了，他下班了。啊，院长呢？院长在吗？院长下班了。下班了。怎么了，小龟？下班了。那阿坤。啊，不是小龟啊，这是小夫警官。大师。哎、欸，那这个，你这个打个点滴，休养三个月就可以出院了。当事人上班，我们才要办法处理。不是啊，可是小夫他，你怎么产生幻觉了呢？怎么一直讲的阿坤和钱这两个字？是阿坤刚刚抱了我，可是重点没有，重点是小蛙，你要不要跳一下？是给，我是把他搬来转成普通病房啊。如果是给的话，没有没有。小蛙，你跳一下。我们去外面，好不好？我们去外面。好吵，怪的，这太吵了。小的放高。我们到外面。吵死！这里吵。谁在鬼叫啊、哦？这人真有活力啊！好吵哦！现在在干什么？局长。等一下，我处理一下东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先跟你说一下，咱们那英俊学姐她现在就是不在。那
因为我毕竟我也是他的同事，那我就在旁边听听发生什么医疗纠纷，好吗？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那所以没有啊，现在我只想搞清楚到底是借还是给嘛。那如果真的是借的，那 he 就要还嘛，不还就赔钱嘛，或是赔同等价的东西嘛，我觉得合理啊。是啊，如果是给的话，就算是给的，也他也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是车行的人，我才会给他。好，所以 he 你有讲这句话吗？因為我們车行一条心啊。他说我没有讲这句话吗？他是我学长啊。我只有说车行一条心。那你不是车行，干嘛讲这句话？对啊，你不是车行的，你为什么可以讲？你为什么讲这句话？我二手车行一条心啊，我怎么知道你什么车行？你们是什么车行？计程车行是不是？哦，我是那个啊，新北市二手车行一条心。小夫，你看，你看他，你太硬凹了，很明显在凹啊。没有啦，你这样子，人在黑帮，心在车行啦。那可是阿林说你不是车行的啊。那是他觉得我不是车行的嘛？我觉得我是在车行的。不是，他是老板娘。我操，你在说什么鬼话？他老板娘，他觉得不是，你不是在车行，我可以有我自己的想法吧？我觉得我是车行的啊，对不对？像那个陈武，他也觉得他自己是金城武嘛？他，但是他像金城武吗？他不像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总有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吧？可是他不像金城武嘛？太合理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讲的这句话害大是误会，你是车行的，所以理应这场误会，我觉得你应该要还给他。唉，对吧？我觉得合理吧。黑白两道一起串联啦、啊！靠，你也是黑道，你是有病是不是、啊？什么？我们黑白两道？不要吵啦！他不在讲你，他在讲他自己。好恐怖啊！谁的车啊？老天的。嗯，锁住了，可恶。没有，是他给我的，我没有唬烂。他给你的，可是他给你的、欸、要那样吗？没关系，明天我们再排时间，然后再去。